主料：包菜200克，粉条2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粉条泡发，包菜切丝，下入油锅，炒至断生。下泡发的粉条，化散炒匀，炖至软熟，加盐调味即可。烹饪技巧：粉条泡发后沥与制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